关于地震，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由于我们现在已经建成的大陆地震预警网，所以在地震来袭的时候，能够抢到一点点的宝贵的先机，从几秒到几十秒不等。 比如此前在唐山发生的五点一级余震时，很多身处河北、天津和北京的朋友就收到过这样的地震预警信息。而根据研究表明，当预警时间为三秒时，可以减少伤亡百分之十四；时间为十秒时，可以减少伤亡百分之三十九；时间为二十秒时，减少的伤亡则可以高达百分之六十三。所以这自然是个好消息。而坏消息是，想要彻底的避免伤亡，我们需要至少提前两天时间。 直到地震的准确预报。对了，是预报而不是预警。但时至今日啊，地震预报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关于地震这个话题。为什么警报相对容易，而预报却难比登天呢？我们究竟有没有可能做到地震预报？ 除了做到预报，我们还能从哪些方面减少地震所带来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搬好小板凳，我们现在就开始。先简单介绍一下地震本身：地震是地壳岩石断裂或者错位后，在极短时间内释放出大量能量的结果。 这种巨大的能量以地震波的形式从震中向四周辐射，当到达某处时，就会在那儿造成破坏。所以它是有点像水波逐渐扩散开去的，就让受影响的区域有了先后之分。离得越近的地方就越早感受到地震，而离得越远则越晚感受到地震。我们当然是可以据此来建立起一套地震预警系统，使远离震中的人们有更多的准备时间。但这听上去怎么都像是在碰运气。 要是你恰好就位于震中附近呢，就要自认倒霉吗？的确是有些不幸啊，但好在地震预警系统仍然帮你找到了一些钻空子的时间。它是这样做的：地震发生时产生的地震波分为两种，一种叫做纵波，一种叫做横波。纵波靠挤压传递，速度快，震动小；而横波靠剪切传递，速度慢，震动大。 对地面造成主要破坏的就是它了。由于它俩速度的不同啊，就能让我们先监测到没有什么破坏力的重波，并立刻对该地震的相关数据做出比较准确的评估，比如发震时刻、震源位置、震中烈度等等。同时预测地震对周边区域的影响，随后发出警报。虽然争取的时间不多啊，但在关键的时刻已经足以决定命运了。不过我们还是希望未卜先知嘛，就像是天气预报那样。 早些年呢，我自己都还经常吐槽天气预报不太靠谱，说下雨反倒是晴天了。现在可不一样啊，别说未来一周的天气都能给你个大概，进到二十四小时之内，甚至连每个小时天上会干些什么都会八九不离十的告诉你。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技术进步啊！这就让我不解了，同样是预测，怎么在地震方面就一点进步没有呢？这不科学啊！ 实际上还真怪不了科学。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事实就明白了：如今人类的飞行器在天上飞过的最远的距离已经超过两百亿公里了，而我们朝地底下挖过最深的洞才不过十二公里，只有前者的零点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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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六。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往下看真的比登天还难。而地震的成因就在这个比登天还要难的地方。多给科学家一些时间，不是应该的吗？ 而且看起来，他们离目标似乎也不那么远了。通常情况下，研究地震的科学家会不间断地收集和监测地壳断层运动所产生出来的能量辐射，但由于太多的地底运动都在同时发生，你根本就分不清楚哪个是哪个，也就无从将单个的地震从其中识别出来。这多少让这件事情变得有些缺少意义了。 但最近啊，有一些科学家利用人工智能获得了突破。他们通过在实验室中模拟地壳断层的运动，将完整的数据输入到一个机器学习的智能算法中，让算法来分析接收到的能量与对应的断层运动状态之间的关系，找到并学习其中的模式。 在大量的训练之后，这个算法就真的能够在众多的背景杂音中找到所对应的关键线索，准确地预测出下一次的地震将会发生在什么时候了。当然是实验室中的地震。 那么来到现实，这个算法是否也依然有效呢？因为一个常规的地震是很难碰到的，所以你不能拿它来做实验。科学家们于是就找到了另外一种非常特殊的地震来测试他们的算法。这种地震叫做慢地震，是断层之间非常缓慢的滑动的结果。 不同于常规地震，在瞬间就会将大量的能量释放出来。慢地震释放能量的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可以长达数周甚至是数月，所以比较容易监测，也很适合用它的数据来训练算法。你猜怎么着？果然有用啊！它居然也能够准确地预测出下一次断层滑动的时间点，太鼓舞人心了。当然，在投入实际应用之前，这个方法还需要大量的研究与验证。 而且时间不会短，但至少我们看到了希望，同时也看到了人工智能更加积极的一面。好了，说完了预警和预测，我们再来看看跟地震正面硬杠有没有可能？毕竟预测的再好，我们可以跑，但我们的家园没法跑吗？ 想要保住家园，就得要在抗震方面狠下功夫。我来介绍几种，它们有的已经被我们用上了，有的则是未来的应用方向。第一种是使用阻尼器，最有名的一个大概要数台北一零一大楼上面那个重达六百八十吨的定楼神球了。标准称呼应该是风阻尼器，或者是协调质量阻尼器。它既可以用来对付台风，也可以用来应对地震，因为二者作用在大楼上的结果都是使其摆动嘛。此时呢，阻尼器。 干的事情就是朝相反的方向摆动，把多余的能量吸收消耗掉。听起来可能有些神，但实际站到他面前去看一看，就相信他的确是有这个能耐了。第二种就是装到脚底下的减震器。 这个似乎不用我解释了，因为它跟汽车的减震原理很像嘛。说白了，就是在地震来临时，让减震器承担更多的晃动，从而使上面的建筑物相对来说岁月静好。吃过史上最大地震亏的智利，在很多重要的建筑底下呢，都是装有这样的装置的。 第三种啊是个理论，想想前面两个都是要在盖新楼的时候加在上面的，要是一些已经存在的老建筑，而且还是一些极有历史价值的古建筑，而且这些古建筑还不止一栋，而是一群，怎么抗震呢？那就是把阻尼器装在箱子里面，然后埋到这些建筑的旁边。 在地震来袭时，它至少可以将这个小范围内的震动减少一些。当然，埋在地底的阻尼器具体要做多大，得要根据需要它保护的建筑物的面积、高度、重量和当地的地震活动规模来定了。目前应该还没有实例。最后介绍一种比较魔幻的，从它的名字里面咱们就能感受到——地震隐形斗篷。 它的目的就是要使建筑物在地震看来是隐形的。怎么做呢？就是通过在建筑物周围埋上几层大约一米深的同心圆圆环来实现的。这些圆环由混凝土和塑料制成，每层之间留有一定的空隙，而且越往里用的材料也就越软。原理是这样的。 地震波很容易穿透较硬的材料，而不容易穿透较软的材料。所以在想要经过这片区域时，一旦它碰到了里面较软的材料，就会想也不想的偏转返回到较硬的材料这边来，绕道而行，也是个爱偷懒的玩意儿。这样的结果就是最中间的建筑物仿佛是隐形了一般，完全不受地震的影响了。这个我倒是很期待，听上去既简单又高效，赶紧实际应用来一波吧。最后，你还知道哪些抗震的黑科技呢？留言。 分享给大家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有趣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